下这个难忘的记忆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所有的大众的运输系统，不要自己开车，也不要骑摩托车。我想，不管坐火车或是坐公车，我们一定会把所有参加活动的视频安安全全的、平安的载上去，再平安的把它载回来。也拜托各位能够给我们做呼吁，也希望大家都来参加这一个活动。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希望我们今年度的天灯节以及未来大家到平溪在放天灯的时候，都可以像我们现在最夯的电影《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里面也有到平溪放天灯，大家可以到平溪各个角落、各个车站，尤其铁道迷可以一起来浏览完全不一样的风貌。今天很感谢各位媒体朋友，以及感谢我们市政府、我们副市长以及陈局长对我们平溪天的努力。那记住，我们今天记者会成功，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一起平安。然后告诉各位哦，我们呢，哇，这次释放天灯有一些注意事项，不止呢能够幸福美满之外，也要呢安全无虞。那么当然一定呢要在我们安全的范围里头才能够释放，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个易燃物品啊。那么当然了，如果有军火弹药库啦，或者是加油站，通常一定要保持距离哦。那不仅如此，我们呢在天灯在释放的时候，也不可以悬挂鞭炮或烟火。那么如此呢，我们就能够享受最美好、最棒释放我们天灯的这个感觉很温暖，而且是一个相当淳朴的好地方哦。哎，那请问一下，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很好奇，耿如是第一次到平溪吗？因为我之前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，然后这次在拍摄再去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哎，怎么这么久没来平溪了？都大家都忘记到平溪这么漂亮的地方，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很美，很温暖。那相信好多朋友也想要了解耿如，你自己有去过平溪，然后花了好多时间在这边拍摄影片，那有没有什么私房的景点啊？有没有去看透透啊？跟大家来聊一聊。我感觉景点想要介绍给大家。好耶！应该是我觉得那个平溪的青铜的矿业生活馆，它其实以前是那个台铁员工的旧宿舍，然后它现在装修完之后变成油门石馆，所以其实你一进去很爱。感觉呢，我们的未来也是充满着无限的光芒，相当璀璨哦。而且讲到了天灯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板上面，我们呢这一次哦，新北市政府相当的贴心，相当的细腻，为各位所有朋友们都准备了非常巨型 VIP 总统级的20尺的大天灯哎。所以呢，各位好朋友们，包含了我们的耿如，只要能上传照片哦，幸福洋溢的照片。上传到我们的官方网站，没有错，就可以参与这个哇巨型天灯的释放活动了。是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呢，好想赶快起跑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要请耿如稍待片刻，因为呢，现在要邀请耿如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启动仪式。